如果你真係有心想 run 好間公司嘅話，就必須要有自己嘅人。係咪坐到最高嘅位置，做啲乜嘢都要講利益？我天生會買天任中心啊！天使基金而家出咗200亿喎！我哋做生意嘅從來都只係睇錢啫嘛。你似乎想同何天生爭？再創世紀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